진짜 매달아. 헬로우! 哇，原来用自己打 cam 感觉是这样爽的，很轻松啊，辛苦啊！无心啊，没有兴趣。你呢？就拍一个 YouTube， 我很喜欢拍一个 content。我今天拍的东西呢，就是那时候被我朋友的妈妈给启发到，我就想要在家里自己制作麻辣香。慢活啦，又要洗厨房，那种挤麻烦嘛。简单讲就是懒，不是懒。你看小羊做目标牌，就是懒。你在忘记一个东西了嘞？哦对，哎，我要介绍你们一个好康头。这个东西呢，我就交给我隔壁的那位小姐讲了。这个是 diffusion， 它就是灵芝植物代餐，它是超低卡，然后零糖。零糖不是放那种东西了吗？零糖粉。哦。零糖分不是那个放的那种阿弥陀佛那种零糖啊，对了你它呢可以帮助你补血养胃，像我这种贫血的人呢，我一来月经这个人就每天很头痛，我看到好些很头痛啊，来月经我更头痛。对，然后呢喝了这个过后一段时期了啦，就真的是改善了。它这个代餐呢还跟其他的不一样，有些代餐一盒里面就一种口味，不就是你吃的都是同一种口味很吸引了嘛，这个它一袋里面呢会有五种口味，也属于像是那种营养餐这样啦，还有18种西式维他命，还有19种中式谷粮。我每次讲这种东西都会很辛苦的，不然饭里面也可能有的吃。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你们可以去 PM 的 IG 啊，他现在有在卖，找那个Diffusion OK 啊，这里来说冰猫是有目的的了，来或是走走飞飞这样，才飞飞耶，每次来不只有白白走吧，好妹妈，我是有看东西的烧会钱，工作末，我看到这有事情发生的位，嗯，什么事情哦？吵架那两个情侣哈啊！哎呦 ，cosplay 嘞！我过去跟他讲我是 cosplay， 我不，然后我输了，我就直接吹，你每次都喜欢这样子吗？哎，不可以，哎，你卡住了，好搞。玩啊，看人家放倒，轻松这样，不要很轻松。你要假装很轻松，可是假装不了。啊，终于可以了。今天买菜一天，买薄荷粒。哇，这么贵，没20多块呢。你几久没有拍野外主食了？我得脱离时代了嘞！哇，现在一粒薄荷粒这样贵了啦，哇难呢。以后啊，我会用这个来给我求婚嘛。我怕你啊，连薄荷粒买不起来求婚，太贵了现在。玩爽哎，又可以推车。哇，没有这边的火锅底料，香啊！要跑另外一边找啊！萝卜底料、肉片，只剩这两样。那我们先有意啊，到了我们要跳啊！一二三。就走这边会有卖吗？我觉得啦。应该会有吧。希望会有哈。三样就可以了，我偷偷的走，走跳，一、二、跳，停跳，没有啦，关掉啦。你别以为你只有猫猫拍到，你还帮忙一下。OK， 没有问题。我手是这样，打开电视看到他是有点作弊的，你不是自己制作的吗？那我看。我完全找不到秘方，所以他们每个都是买一个某酱料。我现在先拿这个料过来先，材料，我先拿来卧鼠汤一下。我来，Thank you.
我还要背他那么多。你想到啦，完了吗？喂，你以为啊，你都老了了，看你真的是鸟老就鸟样了。太老了，姐姐。Excuse me， 而且鸟呢，我就耐心过水了。煮熟它，过水。啊，煮熟它。过水就这样子就可以吃了嘞。希望不要失败了，这是一家人的晚餐，交在我的手上了。水终于滚了，来，我们把这些料给倒下去。哇，修理！来，期待吧，家里自制麻辣香锅，可以吃吗？我都等他回复记录，我回去你可以吃的嘛。我们来回味一下哦。做爆！看到吗？替我刚刚。江青，加油！我是弄非洲的，好有骨力头。哇哦，这样很可以这样。胡椒粉。不要忘记上个香菜，芝麻开门，哇，对了，有一点麦香，有没有香？有没有像麻香锅？有。试吃时间。喂，直接讲完了，好啊。是不是给几分？你下次觉得很好吃是很感动是吧？我的儿子有遗传到我煮，是不是？哪分？没有哪分。算了，当我没有问过。感动。你给几分？感动。你？你感动啊？要不要帮你拿地书？你感动。看，那你别这样子好了。你感动啊？我的泪从我的额头出来了，拜拜，拜拜，看捕获者有意哟。